Hello， 小姐姐，你就住附近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前面有个办公室在出租，过来看一下。这么巧，我们公司刚好在老办公室。那带你一起看一下。OK， 走，就是这栋楼。哎呀，这栋楼很不错哦。就是这边，你看这个采光怎么样？哇，全部都是落地窗，挺好的。我们这一套建筑面积180平，三个隔间和一个大通间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乱。我们租客做大做强了，要搬到更大的地方去，所以在搬家，搬家你懂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往这边是老板间，你看这个落地窗，这个私密性也非常好。来，往这边的话是会议室，这会议室不错呀，可以坐下10个人左右。我们这边的那个地理位置，你知道的。就是离2号线地铁站，这我知道，就是步行到地铁站也就3分钟左右。对，你看这个储物间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还有中央空调。啊，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叫你合伙人来看一下。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我这边跟我合伙人说一下。好，那等你哦。